很多人好奇这个滑板遛狗啊，那今天再给大家演示一个长的，前面左拐，左拐对，左拐。啊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个大下坡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演示一下啊，下坡，前面下坡走。对，我们前面有个减速带，要小跳一下。哎，对，现在速度就有点快了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下坡，跑到狗前面去了，前面你跑不赢了，前面。哎，现在速度慢下来了，就没有几个减速带啊。我们现在可以蹲着它了，看看我们的发动机。Good boy， 减速带来了，减速带来了，没关系，直接压过去。井盖也没事啊，它前面有井盖，翘，对不对？翘。我们前面已经快到家了，减一下速。脚下，好，到了。